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梁，欢迎来到民族阵线。今天呢是815，日本战败的日子，但是呢，日本啊，他的贼心不死，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啊，照样参拜靖国神社啊。那么岸田文雄呢，又向这个靖国神社啊，这个提供这个祭品啊。那么这个很明确，我也说过。啊，你最大的两个受害者，一个中国和这个朝鲜，都没有完成啊民族的统一啊国家的统一，那么他呢就是敢对你这么的啊傲慢，以及呢啊对你啊对吧有一种瞧不起，对吧？所以呢，你看曾经的啊这个台湾啊，他们这个国民党不是大陆的这个政府吗？啊。你看看，在抗日战争当中，啊，让我们遭的这份罪，啊，江浙这些财阀，啊，他妈的有奶便是娘的这种做法，啊，非常的垃圾，啊，非常垃圾。今天呢，台湾人呢，也是啊，这种正义之士也在承受着这份屈辱，啊，向自己的敌人卑躬屈膝，啊，摇尾乞怜，啊，你看看那些这些台湾人啊，这些日杂都恶心。然后呢，这个南朝鲜棒子啊，让日本海军悬挂旭日旗的军舰停靠啊，然后呢，尹锡悦啊，在美国的这个怂恿下啊，向日本称臣啊，奉岸田文雄为总理王大人啊，对吧？奉日本天皇为天皇啊，为他们的皇帝。那么你这种做，你有这两个傀儡政权在这里啊。做了这种事情几十年了，啊，都没有改变过这个现状，啊，所以说呢，给日本就有一种念想，啊，你们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所以我说过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个耻辱，啊，所以我说过中共啊，真的赶紧的把台湾给收了，啊，赖清德这次又在美国讲得很清楚了，没有计划去更改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啊，我不会叫什么台湾的，啊，不叫台湾共和国，就叫中华民国，啊，我务实台独，我是事实上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说了嘛，这个就是啊，中共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啊，这个关乎于这个法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前朝小朝廷还存在，他说你没有这个传位诏书。啊，中华民国，他说我从袁世凯手，就袁世凯从这个清政府手里接过传位诏书了，啊，有这个玉玺，啊，那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一些内部的一些人员还在这个地方讲说，哎呀，两岸一家亲啊，哎呀，这个啊，怎么怎么样啦，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啊，对不对？所以我说过，这个是他的事情，这是他关乎他的政权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日本他有这样的举动，这样的念想，实际上是啊，对吧？啊，我们一定要做出些什么，就是要单方面改变现状。所以我们来看啊，这几个消息。俄白联盟国家秘书李尚福到访将加强三国合作。俄媒8月15日称，俄白联盟国家秘书长梅津采夫受访时指，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访问将加强三国合作。印证三国防务部门合作的成功实践。俄卫网15日称，梅津采夫表示，李尚福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访问将证明，三国国防部门先前进行的合作使三国边界安全、协作实践和合作计划变得可靠而持续发展。他指这次访问不愿被视为一个特殊系列事件，它是三国关系的实践。中国国防部称。李尚福14日至19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访问白罗斯。那么这个里面呢，啊，还有啊，另外的这个啊消息，因为我昨天呢已经给各位说过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俄国防部长，西方装备在实战中并不十分完美，啊。这个在被大肆宣传的西方装备实际上并不十分完美，这一点可以从军队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展现出的缴获的装备中看出来。绍伊古在论坛的开幕式上指出，俄罗斯企业和研究机构将在军队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介绍国防订单制定情况及在倡议下开展这个项目。
然后普京这样是这样讲的，西方国家计划将北约部队与奥库斯整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西方国家计划将北约部队与奥库斯集团整合。普京说，北约国家将继续加强其进攻能力并使其现代化，美国正在努力重新调整其在亚太地区发展起来的国家间互动体系。俄中在美敌对情况下已不仅仅是盟友的关系。在华盛顿宣布莫斯科和北京为战略对手的行动中，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已经不仅仅是盟友关系。俄美互动的经验表明，只有在政治合作意愿的情况下，军事接触才有具有实际意义。今天莫斯科和北京已被美国宣布为战略对手，五角大楼的真正步骤表明其确保安全的愿望，绍伊古说。所以说呢，现在啊，包括这个李尚福啊，也在这个俄罗斯已经正儿八经在访问了啊，也说了嘛，俄中啊说不针对第三国，但是很现实的一点就是，这三个国家是俄白联盟加中国啊，是事实上的啊西方的这个敌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敌人啊，也是这个什么日本韩国的这个敌人啊，所以说呢，大家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啊。对吧，正儿八经的去把美国和北约撕开一道口子。那所以我说过，日本啊他也有这种想法啊，日本他也一直都在干涉啊这些国家的内政。那俄罗斯打乌克兰其实是内政啊，这个朝鲜跟韩国之间也是啊民族的内部的问题，俄罗斯跟乌克兰不也是民族内部问题吗？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之间也是啊，主体民族内部之间的这个问题，但日本他都要来插手，他认为他自己是个政治大国，日本他一直以来致力于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所以他不停的要进入什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放他个驴儿屁啊，他能够进入吗？是不是？再说了，日本现在他的情况是跟战前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他所面对的外部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中国不是那个中国，中国也已经跟日本讲得很清楚，你麻生太郎不是在日本讲的话吗？中国也提醒你，日本我们已经不是马关条约时候那个中国了。啊，俄罗斯呢也不是日俄战争时期的那个俄罗斯。啊，对吧，日本他在这里他一直都是认为我在心理上对你们有优势。曾经你们中国被我们给打得了啊，那个逼啊，对吧，然后呢你朝鲜呢就是被我给奴役的。你俄罗斯呢，我们打过日俄战争啊，当时我们在这边是没有任何对手，你说你俄罗斯帝国很厉害，但是你被我们给击溃了啊，我们现在听从美国是因为美国拿原子弹轰了我们，我们是向美国战败，我们的二战战败是向美国表示的，而不是向你们表示的，这是日本的不服气啊。所以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大家就联合起来啊，对吧真正的搞一下他啊。所以呢，日本的这个心态呢，他既不服气，但同时呢，他也非常惧怕这三个国家的啊对他的毁灭式的打击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现实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正越来越积极参与美国遏制中国的计划。周五，马拉巴尔联合海上演习在悉尼推开，悉尼港正式开始。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印度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伙伴国参加。此次演习在澳大利亚东海岸举行，为期11天，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本国水域举办此类演习。澳大利亚驱逐舰布里斯班号率领外国军舰通过悉尼港，由此拉开了演习的序幕。据此，此次联合军演旨在凸显演习东道主四方安全对话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称，澳大利亚很荣幸能够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他还强调，考虑到当前战略环境，与邻国合作并深化防务伙伴关系极为重要啊。这个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澳大利亚啊，对不对啊，它是作为一个美国在这里遏制中国的一个大本营，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的啊。所以我说过，在奥库斯也是在澳大利亚，亚太这边的这个局势啊很凶险啊，我们呢不能够掉以轻心啊，该干嘛就干嘛啊，该干嘛就干嘛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度嘛到中国边境来
搞了68000的兵力，90辆坦克，前前后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加在一起30-40万军人，在这个边境待着，坦克嘛坦克90辆，装甲车300多辆，对吧？然后呢，菲律宾在这个地方跟中国要老逼，也是蠢蠢欲动。所以说，战后二战的成果正在被什么？被打破。二战之后的世界和平和沟通的这种机制正在被破坏，新的一个风暴已经越刮越猛了，马上要升级成为台风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也要什么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所以说这个局势呢越来越紧张，它也会影响经济，也会影响金融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个人的觉醒现在什么都不做或者说求稳是第一位的具体到我们个人求稳是第一位的，马上大的这个动荡，真正的这个动荡，矛盾的不可调和，一个直接的一个爆点马上就要来临了是哪里我希望是台湾，谢谢各位支持。